西贡市的市议会访问团一行19人，由议长阮文桥率领，应姐妹市台北市政府的邀请，今天下午4点到达我国访问。台北市议会秘书长周昌勇等人曾经前往机场迎接。这个访问团将在我国访问1个礼拜，访问期间将拜会台北市政府、市议会，参观国父纪念馆、中山楼以及台北市的新社区建设。他们并且要前往东部游览花莲、太鲁阁和横贯公路。